所有的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谁？张国志老师啊，老师又来教大家赚钱了、啊、因为好的老师直接带你上天堂，不好的老师直接带你住套房，就这么简单嘛。现在所有的投资朋友白天喜欢看老师分析股票，晚上这个时间啊，守在电视机前面看老师分析名人或者政治人物的人气指数啊。今天我们就拿前立委沈富雄来讲好了。之前老师有没有在节目上面讲说2004年总统大选的前夕，陈友豪先生一定会隔海放话，说他去官邸送政治现金，政治现金，政治现金，政治现金。老师有讲，你有没有在听？你可能没有在听啊，但是全世界的华人通通在听啊。结果我说陈友豪有没有说？他也有说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老师嘛，我分析他会说就是会说嘛，就这么简单嘛。老师有没有在节目上面讲，人是你去带去的，对不对？当媒体问你有没有陈友豪有没有去官邸的时候，你就应该实话实说，而且要当机立断，三秒钟直接说呦呦呦，陈友豪打个赛闹。老师不是教你唱 rap 啊，是教你说实话。结果你有没有听？你没有听嘛？就这件事情，你竟然说出了有四种可能。好，你要跟我说四种可能，是不是？老师就来跟你分析四种可能：可能涨，可能跌，可能做空，可能做多。老师如果在分析股票的时候呢，说每一档股票都有这四种可能性的话呢，你觉得投资朋友会参加老师的会员吗？不可能嘛！所以呢，从那件事情之后呢，你的人气滴滴 low 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你不听老师的话嘛。之后，老师有没有在节目上面讲，不要去参选台北市长？不要选，不要选，不要选！老师有讲，你有没有在听？你没有在听嘛？你执意要参选，结果呢？结果非得到最后一刻，你忽然午夜梦回的时候，突然想到老师的金玉良言啊，叫你不要选啊，你才当场放弃参选。这是对的嘛？你看，现在民进党已经找不到台北市长的候选人了。本来前面啊还好多人在挤破头啊，现在没有人要参选啊，糗了吧？搞的是进退两难。但是跟你呢，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啊，你现在是无事一身轻，而且啊连电视台的 call-in 节目都来找你上通告，让你赚通告费啊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你听老师的话嘛。我们还是要平心静气，进一段广告。广告期间什么人打电话进来，我们有优待。就是你是民进党员，而且你有种说你要参选台北市长的，打电话进来，老师投你一票。但是老师是住新竹县。